thanks for you all to come out today.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t's great. We're here. Well, I think you all know what's going on here. I'm not going to talk too much about VAPA and whatnot. We have a petition. If you haven't signed a petition yet, come talk to me, Betsy, Jajin, or whomever. You know, there's petitions going around. Read it, sign it if you want to. And but yeah, so that's in terms of announcements and whatnot. That'll be it. Today we are here because Taiwan is Yuan. we have a guest from Taiwan today. You know, he's here to talk about some of what has been going on in Taiwan, especially related to the media monopoly case in Taiwan. And so I'll just let you go. There you go, Lin Bei Fan.各位台湾的乡亲，大家乡亲大家好，我想原先就是有一些小误会，原先那个 FAPA 的 headquarters 是，我是有不断跟他们讲说英文很不行啦，对，那所以我跟他讲说，可能必须用中文或台语，台语大概可能大家较听有，但是我想这边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台语也不见得那么好，那我用中文讲，那所以大家用中文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有没有特别需求说一定得用什么相关的？中文，OK，北京话也知哦，所以讲听起来感觉就家己有安尼，但是我想少年人家拢听有啦吼。 那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叫林非凡，双木林飞机的非凡船帆，那这是我本名，不是我的艺名。那 OK， 然后这一次来这边，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来美国，虽然不是第一次来美国，虽然不是第一次出国啦，但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那也是要先感谢一下所有。 FAPA 的 chapters， 大家每个分会这样邀请，然后不知不觉就变成是我必须要跑很多个不同的州，然后今天来到 Boston， 晚上又要立刻去 Chicago，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那总之很感谢大家能够邀请我，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台湾的我们这些万家喜多啊，这边的年轻人，大家聊一聊说台湾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一波学生运动。 到底虽然讲学生运动还不纯人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运动，但是这一波为什么学生大规模的参与在这个运动里面？那到底这些人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怎么做？想希望也谢谢大家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台湾现在年轻人在想些什么事情？那特别这边很多的长辈，我们想要大家知道讲台湾少年人这边在想啥，在做啥？啊，其实对我来讲，够久希望啦，不再是梦啦。 所以其实，我想讲，我是给大家看一下影片，就是我有两个 video， 这两个 video 里底，其实是头一个是我过去控制的一挂这画面，啊，当然伊对个人时代的这心脏较，包括但是我听有心脏各位的这疑心病，心梗，心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啊，我今天比较轻松，看起来刚刚就嘛，会让大家感觉足欢喜，安尼，有希望，希望大家当enjoy the video，OK， 好，我们就先放一下。从此开始，这次开始，如此结束，从此结束，今世大雨滂沱，今世大雨滂沱。 用尽力气，在你的能力范围许可之内。
在各位同学能力范围许可之内，你用尽力气尝试看看，这道行政院里面起承中院长出来。我请同学往前、往前、前进、往前、前进、往前、前进。失败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在谈如果卤肉饭都变成同一种口味，
然后我们抛了很多的问题，去谈垄断的问题。我们抛了第一个问题出来之后呢，然后隔了一秒钟，全州都换了一批人。有蛮多朋友觉得不能接受的，但是媒体的并购是在场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能接受。为什么你觉得手机并购这件事情好像还勉强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是媒体被并购了的话，你就觉得这好像有问题？只是媒体它可以传递我们讯息嘛，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就是那个媒体自己有预设立场，他是已经筛选掉对他就是他支持的，或者他不支持他，他都已经先筛选掉，或者他想要放大强调重点，那非常严重。因为媒体因素，我个人觉得中国在台湾的话，中国因素占一个很大原因。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所谓的商业化。那商业化既然都已经变是以利益为导向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所谓公平正义可能了。你觉得立法就能够解决媒体垄断可能会造成的资讯单一、立场单一，或者是政府丧失监督政府功能的？你认为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请举手。我们需要一个不靠财团的媒体，我们需要一个党派没有办法操控，我们需要一个财团没有办法操控的媒体。这样子的媒体，它可能给我们一个干净、给我们独立、给我们充分资讯的空间。我想法是这样，谢谢。好，谢谢朱同学。来到最后一站，现在车快，因为他昨天开车。有时候车发出很奇怪的闷声。分享一下他们这一路下来，看见台湾这么多可爱的风景，那么多可爱的人，那么多美丽的地方，那么多还在受难的人们，他们心里感触到底是什么？他们如何去看待这些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大家好，我是台大财友所的学长，对，然后我是那个小货车司机，然后参加一车走天涯，让我最感动的其实在于募款箱，就各位就募款给我们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因为其实上班族或者是家庭啊，他们不见得有时间可以留下来，真的驻足在这边听我们讲，但是他们愿意就是慷慨解囊的打下他们的血汗钱，他们给。
因因我感动啊，我感动，我应该爱甲伊徛做伙，互伊知影讲，因徛伫遮，因徛伫遮，毋是家己伊一个人徛伫遮，伊是有感动足侪个人。赵医生，就是媒体科牺牲他的礼貌还有形象，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媒体到底有多恐怖以后，然后就是大家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那我整个下来的过程，我真的是一直想到一句我偶像讲过的话，他说。就是过去人们一直说他们对政治毫无感觉，他们不想干涉政治，但是当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可切的冲过去，想要抓住那个参与的机会。那就是一个影响一个，那总总有一天我们会影响我们想要影响的那个政府、那个财团。然后我要谢谢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救了我，就是。其实我很多时候我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没有烦恼太苦了，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我不是很太聪明，但是他们都不会嫌弃我，我跟很多父母亲讲啊，你们站在这里，你们心里一定会疑虑，我的小孩要守本分好好念书，但是各位妈妈各位爸爸，你有想过什么叫做本分？如果你的小孩只会念书，可是回过来看不起你，那你觉得你这么辛苦大半辈子有用吗？第一件事情我要感谢我们的另一半，就是我感谢警察大哥，对，警察大哥在每个地方有的时候帮我忙，有时候跟我们做对抗面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应该都还 OK 啦，是应该都看得懂中文嘛，有字幕，然后那后面那个侧干表演不是我们预期中的，我们没想到那个导演会把它剪进去。那我先甲大家介绍一下，讲这场运动内底，坦白讲，对于我这代少年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讲，其实特别是对我自己而言，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所谓媒体改革运动者。或者说，我在从事的这场运动是这单纯的所谓叫做媒改运动。其实，这些学生刚刚大家在这个画面上面看到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是在四年前的野草莓学运就持续参与，一直到现在。然后在很多的运动里面都看到这群人。那到底为什么这些人会跳出来参加这场运动？那我先稍微跟大家讲一点小小背景故事。那这些背景故事，等下刘静怡老师可以再跟大家多讲一些。我特别要故意要 cue 他的。那在去年的7月25号的时候，是这个旺中并购中央系统有条件通过的日子嘛？那其实，在那之前，我们其实在这个案子7月25号之前，其实我们对于所谓旺中并购案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旺中要去买更多的其他的媒体，要去进行你不管说是媒体的这个垂直的整并还是水平的整并，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完全都不了解。那对于这个并购案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到底会造成怎样的资讯的单一、资讯的集中，然后它的市占率会超过多少，怎么计算，其实这些细节我们大部分都不了解，都不知道。那但是为什么7月25号之后会有这么一波所谓反媒体垄断的运动，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参与在其中？那我想应该有一些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7月25号的时候，刚好7月25号当天发生一个事件，是所谓走路工事件。那走路工事件是有一群学生。他们戴着白色的面具，然后拿着红布条上面的贴的这个抗议的标语，这些字是用这个电脑歌字。
然后很精致的抗议的标语，然后很精致的这个抗议的道具，然后一般如果有在街头上面参与过社会运动或者学生运动，大家都清楚说我们在抗争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会撑伞，但是那一天大太阳，然后所有的学生都撑着一把阳伞，那所以那个画面看起来有点可笑，然后有点荒谬。但那一场所谓的7月25号的那个反媒体垄断，他们叫做反媒体巨鳄，然后他也用特别是用巨鳄这个词，不是用巨兽。然后反媒体巨鳄这个运动里面其实有三四百个年轻人，那看起来很壮观，很多人。然后那时候很多的这些中南部的北部的这些学运社团，说陈慧婷是清大激进笔记，清大里面有一个社团叫激进笔记，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在台大了嘛，那成大林二社啊，你说这些很多的学运社团，各校的校园里面有一些所谓学生运动组织，那大家就在想说，以往的学生运动的动员，大概通常不会跳过这些既有的组织，那通常也不会绕过这些既有的团体，那怎么有一场运动是有那么多学生参与，但是我们却毫不知情、毫不知道，就完全不知道？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开始在网络上开始流行一个东西，叫做人肉搜索嘛。其实人肉搜索大概很久以前就有，但是大家开始在找到底这个幕后组织者到底是谁。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很衰的这个法律学者，那现在人也在美国，对，那叫黄国昌，对，那他就被旺中集团去报道成是他是这个走路工事件背后的这个组织者。那当然，他为什么会被旺中集团抓出来，特别抓出来做当做一个 target 这样子去打？那刘静老师可以解释。那总之，这件事情发生了。神社社长，你就先讲。好，他是神社社长。Okay. 对，那神社当然，神社前一阵子在七月份之前就已经一直在反对这旺中并购案嘛。然后包含他们反对的理由，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在谈了很多中国因素，从那个二月份开始，像。吴介明、吴润老师他们就已经有跳出来，在谈就是蔡衍明在 Washington Post 上面讲的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没有死那么多人，對，那所以这批学者后来就持续很猛烈去反对这起并购案，那当然后来被当作是一个 target 去被狗仔跟拍，连续拍了，我连续拍了几天，那我大概拍了3-4个月，三四个月，包括我在内，对。这是对，哭诉，对，那所以后来也拍到了，他就是那个抽烟嘛，否婚啊，丢烟蒂，然后又可以把他拍得那么帅，那总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但是对这些学生来讲，那时候大家想的事情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这样发生。但是对我们当时候来讲，我们还没想到说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是不是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要做一点什么事情，针对这些被攻击的学者，好，让我们应该站出来声援他们，因为实际上他们就是站出来反对这起并购案，应该是他们的言论自由，应该是站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立场，他们应该要有权利去讲他们话，为什么他可以被媒体用所谓的社会公器去对一个个人，而且坦白说，黄国昌老师、刘静怡老师也不是什么真的是公众人物，对，不是什么是什么咖，但是对，基本上他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因为国仔连续跟拍这么多天，那当时候在想说是不是应该做些事情，但是实际上刚开始我们大家都还在犹豫，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白目的学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在他的影片里面叫陈维婷，陈维婷他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疯狂在脸书上面找说这个走路工事件幕后组织者到底是谁。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有可能是自导自演。然后这个时候，中山大学社会系的有一个叫万玉哲的老师，就在网络上面看到了网友贴的那个贴图，说中天自导自演啊。然后他就把这张图传给陈伟霆，然后陈伟霆看到就呀，对啊，然后感觉很爽，然后就在他的脸书上面 po 了这个东西。那他 po 完这个东西之后，没想到他就。旺中集团就开始用那个时候应该是24小时的新闻里面，每一个小时不断用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在攻击这个学生跟学者，15分钟的时间是非常大的新闻。如果你们看台湾的电视新闻，你如果一则新闻超过3-4分钟，那是一个 very big news 嘛，对。但是他用15分钟的时间在攻击一个学生，在攻击一个学者，
然后再谈总务工事件，然后影射这些人啊，这些人是不是跟民进党有点关系？跟民进党，特别是陈慧婷过去有帮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助选过的经验，那是不是有点问题？就大家那媒体上面开始攻击他们，那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引起这些学生开始在想的是说，其实我们 care 的东西好像我们不太了解，所谓媒体垄断这个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你说媒体的市占率。到底超过百分之多少才算是真正垄断，才会造成所谓限制性政治不利益？这些法律上的词汇、法律上的用语，或是这些计算的指标，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陌生、非常不熟悉的。那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很非常复杂，但是它有很单纯的一面。它有很单纯的一面，是我们发现其实很简单的，好像言论自由在这个媒体并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确受到了很。你说强烈的这个限缩跟压制，透过一个所谓的媒体，那我们一般认为媒体应该是所谓社会公器，就是、一般觉得它所谓的第四权监督建，比如监督监督这个政府的这个功能，但实际上原来媒体可以被这些私人的财团资本家当作是这个打压异己、打压不同意见的人的这些工具，那所以事情发生的这些学生在7月31号的时候，大家看到影片中第一个影片里面最早开始7月31号那一波是700多个学生在旺东电视台前面抗议，那这波运动其实也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说好像突然变那么多人参与，大家其实不太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后来分析了一下说这里面的组成到底是什么，这在校园人在藏屋架到底是有多少不同的人在里面，啊，其实我发现，原来，有一部分的人是伫去年的二月份就开始看到讲啊，原来旺中集团的这个并购案，包含是不要说是旺中集团并购案，包含蔡衍明在过去的新闻媒体上面的所作所为，他都已经很强烈的表达他的对中国的这些亲中的立场或是意识形态，那甚至已经到了你可以说，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民主的言论，那。这些包含什么？包含他在2008年第一次买了《中国时报》之后，他在《中国时报》买了《中国时报》之后，他在他的这个给中国员工看的这个《旺旺月刊》上面，他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报告国台办主任，我们买了《中国时报》》。那报告国台办主任，我们买了《中国时报》。一个台湾的资本家、台湾的商人，在中国买在台湾买台湾的媒体，但是他必须回头过去向。中国的国台办主任那时候是王毅，他必须要向王毅报告，他买了《中国时报》，然后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他说他买《中国时报》的原因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希望两岸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什么样的发展，其实我们大概也都很清楚嘛，可能最近连战在讲的啊，或是他跟胡锦涛碰面之后，他们在讲这些东西。那所以对，原来从去年的二月份开始，甚至更早之前，大家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票的参与者是你说他是基于反对中国因素干预台湾的媒体自由，所以他站出来。他看到在台湾的媒体的这一系列的并购过程当中，其实有非常强烈的中国因素在里面。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群人站出来，这另外一群人是什么？这另外一群人是他们很了解传播、实务、理论。等等，他们很了解这些东西。这些人一部分是新闻学界的这些老师，一部分是新闻系所的学生。他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看到的问题是在这一系列的并购过程当中，原来台湾的基层记者在他的劳动权益上面，在他所谓新闻的自主性、专业性上面，原来可以在这个并购案的过程当中被这个媒体的经营者打压，然后甚至他们可以。他们写出来的稿子可以被这个编辑台任意的修改，然后再挂上他们原本的名字。所以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尤婉琪，他在写黄国昌老师跟报道这一系列所谓走路工事件的新闻的时候，他的稿子被擅自篡改。那被擅自篡改之后，他在那个 BBS 上面，在网络上面被人肉搜索，然后被骂得很难听，然后最后他忍受不了那个压力，所以离开《中国时报》。那还把这个他从写这篇稿子，然后一直到后来离开《中国时报》，他的稿子如何被修改，这些每一天的日记，他在《中国时报》里面看到这一切，编辑台去影响这些新闻记者的
自主性或专业，他们如何影响，他把这个过程详细的把它写出来，来公告也 对外发表他这过去写的这些日记。那所以有一部分的参与者，原来他们 care 是新闻记者劳动权利，然后这个你说其中有一部分的学者，他们在过去的长期以来参与媒体改革运动里面，就不断在参与。有一部分的人当然主张台湾的媒体应该走向公共化，那有一部分的学者他们这大部分的学者大概都主张媒体应该公共化了，但是这个公共化的路径、公共化的方式，可能每个不同的学者大概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但是你大概知道，他们基于的立场是看到台湾现在所谓媒体被市场决定，或是单纯的由这个市场机制决定，而缺乏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或是相关的法规去管理。的时候他显现出来的问题，所以他们其实觉得根本上解决办法可能是走向一个公共化的媒体。那当然这个我自己是有个人一些看法，那我要留到后面再讲。那所以其实这里面的整个参与者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群体，有些学生看到的是，他看到的其实不是中国因素干预台湾媒体自由，他其实看到的也不是这个媒体市场化带来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或是媒体应该走向什么样的未来，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想法。但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台湾的言论自由，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讲什么，我想说什么，在我们觉得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年代里面，然后他想讲的话没有办法被发表出来，他想讲的话原来可以被媒体大肆的扭曲，然后被攻击。就有一群学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站出来。那所以很有趣的是说，在这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么多不同的群体，这么多不同的人，但是他们现在在一个所谓反媒体垄断的这个大旗底下，然后开始慢慢的去学习什么叫做媒体垄断，那什么叫做媒体并购，那这个垂直并购跟水平并购到底造成哪些的问题，他们开始慢慢的去理解。所以后来这些学生你可以说他们进一步在组成一个比较核心的运动团体，叫反媒体巨头青年联盟，然后让在那边讨论了很多的法规，也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团体。那这场运动，我想我就先讲这运动的层面啊，就是比较专业的部分，刘静怡老师来谈。但是我想这场运动里面，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台湾尤其在这几家我就在洗多，这几家嘛，他都在嘛，就这，按神拜，搞偶然讲应该爱，搞这校园人爱出来啊，爱好校园人有机会，当讲搞这话，我想欢你讲，伊讲，这边的运动为虾米大家看着讲遮大，还是讲敢那就轰轰烈烈？其实他袂讲，咱看到的大多数现在出来的校园人，其实伫规个台湾的社会内底，其实拢是少数嘛。都绝对是少数。今天在场各位，其实真正愿意站出来的人，或是真正参与在这场运动里面的人，还是少数。但是我想，这些少数的参与者，学生运动参与者，其实有很多人是在四年前，他都一直在参与，他没有放弃。他在四年前的时候，野草莓学院的时候没有放弃，他一直参与到现在。所以，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就举一些例子。四年前的时候，大概是一个很挫败的经验。四年前的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同样遇到相似的问题。我觉得这场运动跟四年前野草莓学运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这些相似的地方是什么？那相似的地方是，其实台湾的年轻人会大规模的去参与一个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根基在一些他觉得他的底线真的被侵犯到。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根基在这个东西，除非你今天如果单纯是一个，你说比如说我们看热身的运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参与，它不是那么直接让你感到，原来你身旁有一个议题正在发生，然后你身旁有一群人，就在你旁边受害。那你可能也看到这个，比如说大埔农地或是华龙罢工，它的参与者也不是这么多人，你可能看到士林王家的都更破千，但也不是那么多年轻人。虽然它已经是非常大的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非常大的运动，但是它仍然是少数。
但是台湾年轻人至少这四年来，从2008年到去年2012年，就这两场运动，野草莓跟这一场运动，为什么被一直拿来做比较？除了说我们这群人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重复的之外，又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这两场运动其实显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说，台湾年轻人真的要被踩到底线的时候，一再跳起来，他真的要觉得他的那个底线被侵犯到了，他想讲的话没有办法讲了，他理解到的那个尝试被破坏了，然后他看到一般过去的经验，突然觉得被侵犯到了，他才会跳出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的失败的经验，到这一次运动的确有很多大家重新在学习，重新在调整。所以不管从运动的组织上面到我们的整体的战略策略，都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这一波的运动才会显现的是跟之前的运动好像不太一样，好像比较多人参与，然后这个组织方式跟过去好像也不太一样。那我想四年前的运动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点，但就是那个契机点是说，对我们来讲，四年前的野草莓学运，我不知道在场各位知不知道野草莓，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野草莓学运是2008年的时候，陈韵玲来台湾，然后在台北市也是疯狂的这种7000名警力在维持台北市的这个维安工作，然后搞得台北像戒严一样，那在大家要拿乌浪铁、茶莲吉。乌浪铁这个世界台湾人大会这个会旗，这個、绿色两边，它中间有一个台湾的，还有人拿一些其他，对，有人拿那个雪山狮子旗，那个西藏的国旗、吐蕃的国旗，有些人拿各式各样不同的标语，在台北街头会被警察逮捕。然后那场运动触发了很多学生参与为。静坐长达在一个月的时间，但那场运动是失败的。那场运动怎么失败？那场运动其实在失败的，它失败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第一个是在这四年前的，其实学生运动没有一个很好的桥接，没有一个很好的传承，所以其实，在各个校园里面，这种学生运动组织其实大概倒了死的死，然后学生。